束，啊再停停，吼、哦，足停停，足停停。那台南政府的农业局吼，啊参咱地农会啊，啊个议员大家共同站出来，是伫台湾面临上阶段食品危机时阵，愿意承担这个担，吼、哦。即马大家真心惶惶，唔知要食啥，啥物话才是安全？伫这危机当中，作为台湾第一大经济体人，结合地大家站出来，要甲社会讲，讲咱要食啥，你讲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。对对对这是咱的基地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咱的责任，无论是咱的头目啦，咱应该安怎想？予全台湾的民众要有一个信心，甲阁有一个真好的所在，就是咱台南。无论是伫生化、安平、西港所生产出来的，拢是百分之百上佳好的。你讲对不对？对。那讲咱台南的油上好是油米地，啊、哦，这个全国吼，精华啊，这个经济上大就是咱台南。你以去年来讲。一百公斤来讲，全国种麻的这个面积880公顷，干咱台南就709公顷。全国一年产地所生产的麻，差不多620公斤。吼、哦，咱台南就占550几，对，种植的面积占全国的85%。生产出来油的量占全国的89%，所以你看，这是上个重要的生产的所在。那第二个就是品质好，除了全国生产的这个量上大以外，就讲伊生产出来品质是全国上个好的。啊，哪讲呢？今日农会总干事拢来，哦，咱神话农会、西港农会、啊甲安平农会总干事拢来。因为呢，咱农会所卖麻油，无论是黄麻油还是这个青油也好，拢是参农会100%契作。了后经过吼真严格生产的品质提炼出来，所以卖予咱市面上的就是100%来自在地生产的黄麻，经过严格生产品质所生产出来的，所以定就是啥？100%，定就是品质保证，你讲是不是？你讲是不是？是安尼嘛，对无？哦，是安尼嘛。所以有个人讲吼，有个人讲啊，因兜吼，即波无着啦，用这伊也无用贷款，也无用富贵箱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伊拢无着啦。伊讲安怎讲？伊用进口橄榄油，现在讲出较歹势。进口是保证着品质较好，是介绍较悬，保证品质较好，有保证的。你要来知影，伊伫迄个国家生产的时阵无发生问题，是不是安尼？你要来去保证讲伊伫哦来自其他咱卖点名啦吼，来自欧洲也好，来自美国也好，伊伫遐生产的过程当中无出问题，咱无人知影。伊嘛唔知，嘛是时阵嘛，咱台湾的这个卫生部啊，卫生福利部嘛唔是讲特权去甲检查，无嘛。好、哦，所以讲外国进口的这个品质，吼、哦，当然咱尊重消费者的选择，但是，但我看起来，吼、哦，介绍较悬啦，品质无影讲会比咱台湾的生产较好，因为咱来讲，讲出较坦白。好、哦，咱这个西港也好，安平也好，吼、哦，啊是这个万达的生活好吼，咱100%客座，哦，啊了后，搁用迄个低温冷藏，哦，要保持迄、那个，啊甚至呢，生活甲西港，搁有机械家己提炼嘛，搁有机械家己提炼，啊迄、那个过程完全是公开。接受消费者的这个感觉，而、啊、且我看外国在讲哪底，哦，我讲哪底什么道理，也无人知影。哦，外国买的时候是一个
一个心理上的作用安尼尔啦，吼，敢若像外国有较好。啊，那我看起，是讲我做市场，你无咱家己的父母啊，啊，落来影片看，你看是拢袂啊，啊是这个态度安尼嘛，大家拢是七早八早来去做，啊了后收收起来了后，又交互农会，100%交互农会啊，啊农会用的嘛是100%农民种的，啊你要公开提的。经过严吼，真严格品质来做，品质保证。吼、哦，所以我讲，即摆吼，冬天要到啊。过去吼、哦，要食花油，我等等这个生囡仔时阵，吼、哦，讲这个啊、生囡仔时到四秒香啊，吼、哦，哦，那成功四秒香啊，啊，那无成功四秒香啊。吼、哦，过去你讲迄个成。农业时代生产的这个风险真大，哦，囡仔若生出来平安啊，会当四牛汤，哦，啊那无成功四界帮啊，定定的就坏蛋，啊那成功了后四牛汤，坏，迄个什么汤就是坏牛汤啊，哦，所以伫台湾社会坏牛吼，这是真重要一种农产品。啊，过去是敢若生产量是大，有非讲咱家己食。哦，啊，若无食是拢无。啊，即摆因为经济进步啊，吼、哦，所以世界嘛会当看到花油鸡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厝诶啥物嘛用花油去做料理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我讲吼，你买就买上好，上好毋是计较上好，品质上好，就是在地嘛。在地挂保证诶，吼，咱农会挂保证。就是咱安平花道山上的这个花园，我爱希望大家多多采购。啊，我到个那个国宝酒店逛逛，这种相片实在是太水了，这边非常感动我。哦，啊，迄个台北，迄、那个高铁站去登下嘛，去做广告，好、哦、去做广告，我听这一站盖起来，哦，是产业文化祭啊，就是我头讲的。你上好花园在台南，上好安全的花园在台南。哦，这时阵咱来站出来，哦，全国民心惶惶的时候，咱来站出来，负责任站出来，讲啊，来啦，要填用上好的花园，你做你放心来对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去年你看，去年种，我头讲过，种这个啊830号，种到700公顷，今年即摆。全年已经到1400公顷了，好、哦，啊，咱这个休耕的农地吼、哦，那么复耕100多公顷，哦，啊，所以农业都是在进化，哦，啊，你外头一点影片吼，放伫我的 Facebook， 哦，我的 Facebook 里面，我这边我一个新闻吼，就、哦、一篇新闻，大家拢十几万人去看，哦，10几万人在点阅，啊，迄影片吼，它放伫顶边有10几万人在看。啊，这对咱的营销吼，真好。哦，啊，真感谢大家努力拍的，哦，我甲你说一下，好，好嘞。哇，待会恐怕一个香味就要出来了。好，那再把我们的这个食材呢，好，端起我们的食材，好，将我们的食材呢倒进我们的铁板。好，这个效率步骤，哇，已经啪嗤作响了。好，那么拿我们的这个汤匙来稍稍的搅拌一下。哇，真的非常合口的这个麻油料理呢，哎，就完成了哦，色香味俱全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场是热烈的天气哦，来捕捉这个当地指定旅客，大家应该很少看到市长还有议长跟议员们炒菜，看哦。对，举出我们的大拇指头来，一个赞，可以留下啊。好，那么也请好贵宾，让我们先稍稍的往后退一步啊。好，请我们四位贵宾呢稍稍的往后退一步啊。好，你看，这么一单眼啊，好，那么也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啊，将我们的东西拿下来啊。在这个匾额上到底是哪四个字哦？
到底是哪四个字？这里面是吧？你没看呐、啊？你没看？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在座各位贵宾、各位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好。今天真欢喜哦，啊，真感谢咱议会，啊，咱议会公民公民办，啊，你变出来怎么办？啊，高铁股，啊，高铁股，那我一定让他们变出来。啊，另外就是讲，咱亲戚嘛，讲咱所有亲戚好朋友，也是外关系好朋友，你帮讲哦，你也是看到这个消息，啊，会当的来多多采访哦。那这个呢，你看到是讲了无？有毛毛豆、毛豆王、毛豆公，还有毛豆宝宝哦。啊，吃了呢，老老了，他都感谢一万年多的多子多孙多福气啊。那另外这个灵感哦，这是台湾上好的哦，台湾上好。台湾一家我讲过哦，这个巴西蘑菇为什么会行销全世界？最主要的就是里面含有有机质，那这个词很难讲，讲出来啊，它是一种抗氧化剂，可以抗衰老、抗老化，还有抗癌。你们看这个哦，您讲安尼呢？它含的籽啊，比巴西蘑菇还要多，所以讲这个哦，不只是好吃。哦，营养丰富，搞够健康啊！出大行的吼，大行的，那要吃这个巴西蘑菇，不如吃咱灵感，啊，这不是非常的丰富的。它大概啊，就料理的这个啊，食品上来看吼，巴西蘑菇非常上面应该，咱灵感应该嘛，差不多拢很难吼。哦，蘑菇葱也挺蛮好，葱这个排骨汤嘛，这买菜了，这买菜了。啊，这个会当吹的，当来吃巴西蘑菇会当吹的，对不对？伊在佐料里，啊，这个会当炖菜，好，所以这两个当都来利用哦。啊，另外就是做这个啊，这个烘干哦，来做烘干的哦，来烘干，哦，啊，这块是咱来做，来做，这真特别的哦，烘干太太成熟概念，但是个气候啊，这个。所以咱借着今仔日啊，诶，这个记者会，要用着咱全国
欣赏欢迎啊，来提供咱所有的朋友的这个心愿，也是嘛，足欢迎啊，慢慢可能的去交代啊。你讲嘛，啊，来咱台南市不只是文化古迹、古迹和以外，来到咱即马新市咧有地位，这个毛豆节，哦，不只是有营养好食的毛豆。啊，我就简单来给大家呢，啊。